大家好，我是 Moon。本部片来分享一下我们黑珍珠群岛稀有饼干28万分的打法。那这边还是要再三强调，就这个模式真的蛮吃运气的。你要拿到好的那个祭坛的加成效果，你这样子刷关才会特别的轻松，特别容易。那这部影片的话，会采用快转的方式，把部分的战斗就直接快转掉，让玩家们可以直接来看一下相关的分数是怎么累积的。不过因为地图它这个是迷雾探索嘛，其实随机性非常高，我个人认为中间有一些地方其实也处理的不是很好，如果处理得当，其实分数应该是更高的，就让大家来当作参考。因为毕竟上一部影片之前发的是20万分嘛，所以我就想说，28万分的那好像可以记录一下。那今天我们就直接来开始吧。
那么黑珍珠群岛西游饼干的这个打法影片就到这边，感谢大家收看。那之后如果有更高分或者是普通饼干的打法会再做更新。好，那我是 Moon Boom， 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